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温困无变单，温困属奉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，温困唔通变单，要心内喜乐，常常服侍主。爱德生热爱伊的工作，有时阵一日只困四点钟，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八点钟以上。别人看来，伊简直是一个苦命人，但是伊家己讲：“我这一世人从来无无做工的一日，我每一日拢伫咧实验室佚佗。”快乐无比。当伊八十岁高年的时阵，有人问伊什么时阵退休？爱迪生回答：大概伫咧我上礼前的两三日吧。弟兄姊妹，你用什么心情面对你的工作，还是教会的侍奉呢？是一个苦工？还是每日欢喜快乐的代志呢？予人学习伫工作有敬业乐群的心，伫侍奉中有甘心乐意的心，并且对中间得到喜乐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是你先爱阮，吸引阮归向你。你的爱改变了阮的生命，成为阮动力甲热情的生活，过丰盛的活命。求主帮助阮，让阮伫工作上尽职，伫侍奉上忠心。主啊，阮一生要为你而活，无退无休息，温困的服侍你。有甘甜甲喜乐的心，成为你下恩的器皿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